我要再介绍一个人，好，我们的小汉老师，对，月龄二十年，本地金门人，带来这首《长途夜车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会唱的把你的声音借给我好不好？时间是锁电话，蓝马也等到米家。就那条，讲袂出嘴的思念，写袂入你怨的歌。人生是高速公路，我是赶路的车。就你们说。生活渐渐惯习，从前经过这多年，明白着真多道理，煞找无一条路回去。一起来，看不着出口在哪位，我渐渐失去自己。你见证的花花世界，冷暖世界是孤孤立中。谢谢。